赵丽颖晒照优雅迷人四少女，认真研读剧本受期待，力破发福传闻。赵丽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照片，并为此配文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幸福围绕。随后赵丽颖工作室也转发，一时间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画面中的赵丽颖穿着黑色的连帽卫衣，内搭白色的高领毛衣，一头乌黑的长发也被她扎成了丸子头，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，看上去特别的清纯甜美。赵丽颖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研读着剧本，如此的敬业也让人更加期待着她的新作品了。前几日 CCTV 电视剧官方社交平台也分享了一段赵丽颖为新剧做宣传的视频，画面中的赵丽颖穿着浅色的衣服，一头乌黑的波浪长发披散在肩膀上，脸上画着十分艳丽的妆容，整体看上去显得有些老气。在央视镜头之下，颖宝的小脸蛋也显得肉嘟嘟的，让不少网友直呼认不出。赵丽颖此举不仅以实际行动力破了发福传闻，而且也趁机宣传了自己的新作品。期待未来赵丽颖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